中国功夫惊天下，天下功夫出少林。静极生动，动极惊天，禅拳归一是少林功夫的真谛。千百年来，少林武僧遵照着这条玄奥的哲理，创造并发展了少林武术。少林功夫始于北魏，源于少林寺，练功必须遵守循序渐进、持之以恒、方法正确的原则，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，锻炼体魄、增强体质，是我们练功的目的。少林拳械套路是少林功夫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朴实无华，刚健有力，结构严谨，节奏鲜明，来去方速，势如破竹，利于实战。练武时要以刚为主，刚中遇柔，刚柔相济。战略上要沉着果断，内劲外猛，虚实兼用，声东击西，势退而时攻，势攻而时退。失局时退而引敌入伏，立局时攻而猛砍。策活机灵，变化无常。少林武术有拳打卧牛之地之说，即在演练和实战中不受场地大小的限制，地方再小也能发挥自己的威力。少林拳还有拳打一条线之特点，即起横落顺，始终保持在一条线上。师德阳大师是少林寺第三十世原主持素喜的徒弟，属少林寺曹洞派三十一世弟子，现在他是正宗少林传统武术的集大成者和继承人，其弟子遍布世界各地，德艺双馨，享誉全球。少林铸于棍，练棍要稳准，扎步要如钉，动步快如风，棍下
有力量，四两拨千斤。练棍要臂力，气要往下沉。一动要换气，二动要随身。气随棍而走，气随棍而出。健步如登山，收气要平安。少林罗王棍，少林锦纳罗王棍，简称少林罗王棍，它是少林武术体系中长器械的一种，是一套风格独特的棍术套路。该套路舒展大方，走架灵活，身棍合一，主要以扫、打、点、挂、抡臂、拨架、舞、挡、挑为主，其动作快慢相间，技击性强，同时防守严密，攻防相结合，攻中有防，防中有攻，是一套难得的棍术好套路。长期练习能综合的协调身体，增长灵活性和劲力。
下面我们进行少林罗网棍的实战演练和讲解。为了突出这一套棍法的特点，我们先从起身开始，合掌敬礼。下一式，也就是预备式，预备式是这一个套路的开始之前做好的预备动作，抱拳，同时头向右转。阵脚架挡，右扫棍，左扫棍，右扫棍，泰山压顶。罗网棍实战技法演练有现在的站立姿势，那么这时候对方会过来攻击我，那他攻击我，我自然反应用手夹棍弹到他的下方有空档，那么我开始扫他的下方，我连续三次扫，扫了之后他看到我头部上方有空档，那么他要接住来攻击我啊，我把他的棍拨开，同时再反击对方。玉龙盘身，凌空劈棍，回头望月，左扑扑扫棍，右扑扑扫棍，翻身劈棍。
好，有现在泰山压顶之势，这时候我的背后有对手来攻击我，我拨开他的棍，我再一次拨开他的棍，我做好进攻的姿势，那么他又攻击我，我把他的棍再一次拨开，第二次又拨开，我看到他有空档，我这时候捉泰山压顶打他的头部，同时我捉好再一次进攻的姿势，那么他又一次刺我，我把他的棍拨开，看到他有下盘，我两次扫他下盘，那么他攻打我上盘，我拨开，再反过来泰山压顶攻他的上盘。龙老身，金鸡独立，翻身劈闸，牢笼探海，欲带缠腰。下一个动作，玉龙绕身，由现在的泰山压顶之势变位。这时候，我的后方有人向我进行袭击，我首先拨开他刺的棍，再一次拨开他刺的棍，我做好进攻的动作。那么他又一次刺向我，我翻身下来，对他进行红劈，把对方的器械给斩掉，接着向他刺击。那么这时候，对方后方有人向我进攻，我再次把他的对手给制服。
金鸡独立，凌空劈棍，会三棍，运送白棍。下一个动作鱼龙绕身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这一个方向向我进攻，那么我拨开他的棍，再一次拨开他的棍，我倒一步，我他刺下盘，我提膝，那么他再一次刺，我拨开又拨开，他给我一块空档，我进行砸他的头，那么对方过来我把他挡单掉，紧接着把他棍两次给拨开打掉。少千军，牢笼探海。下一个动作红烧千军，牢笼探海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我的前方由对手向我进攻，我除了挡以外我向他进攻下步，那么
他当我借助这个机会，他上部有一个空档，我把他给制服了。那么接着我烧棍，对方又过来，对手进攻我进攻他，接着我再进攻他，另一个我借助这个空档把他给压倒，转身接着红扫千军，转身成为牢笼探海之势。集合，外摆，旋子，劈叉，起来，右点棍，左点棍。右离合，左外摆，旋子转体，由现在的牢笼探海之势变为我左脚向前跨一步，迎接对方刺过来的棍，我左脚劈开，紧接着左脚打出去，同时我身子转体，左旋子接下来，那么我的对手又过来，我把他给挡给制服，紧接着把他的棍压住。扫千军，弓步背棍，虚步推棍。
横扫千军，由现在的左步点棍变为先把右方的对手给制服了，也紧接着在后方的对手同时也这一次把他彻底的制服。都是还愿，阿弥陀佛。少林落王棍，
Yeah.